可惜，我没想到你还会愿意过来见我。我上次真的是去税务局弥补去了。你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哦，你怎么样？我已经自首了，因为认罪太多好，及时交了罚款，被取保候审了。 对不起啊，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。我本来也没想过再见你，是因为你姐找到我，说了你和简宏图之间的事儿，所以我才来的。哦，所以你也是过来劝我签谅解书的是吗？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你的错。如果你不陷害我和宏图，我们也不会被判刑。 他更不会打你。出了这样的事，大家都不冷静。别说宏图了，连我爸都想过要搞你。叔是想教训我，我没话可说。只要不动我的家人，怎么样都行。人心中一旦有了仇恨，哪还会在乎谁是谁啊？人不都是这样的吗？ 我已经拦住我爸了，毕竟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自己也有问题。因为别人的错误，让自己也犯错，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我不想最后闹得两败俱伤。可心，对不起啊，我欠你一辈子。你现在道歉没什么意义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。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是忘不掉的，我都能放下我对你的恨，你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如果你们两家人再这么纠缠下去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。很多看起来无解的死扣，可能差的只是轻轻的一拉。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。 早点从阴影里走出来。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，至于你最后怎么决定的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可心，我先走了。可心，如果。 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你坦白摄像头的事儿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生活没有如果。谁不停的推泪。 落满了回忆，目光无情的收回，谁在？